今天又到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了。这里是桃园的哪里？桃园的大溪。大溪。在我们身后有一座很漂亮的大溪桥。这个就是大溪桥。对对对对。我还以为我这里很熟哎。我之前住龙潭渴望园区，他回台北都会经过。哦，所以你常来这里。我从来没注意过有这个桥。很漂亮，它巴洛克风格，然后应该是从日据时代它就留下来的。对。哦。所以你对桃园很熟咯，你如果住在这个附近，我对龙潭大溪比较熟，就是老街，我还可以带我们去走走。哎，老街一定会去的、啊，大街大溪有什么名产？我印象中就是豆干，还有大石门水库是在大溪吗？对，算龙潭。啊，它已经算龙潭是吗？但是我们这两天应该就会在我们这个桃园地区跟大家一起去吃吃喝喝、打工换宿喽，好不好？我们今天大来宾不知道是谁。小心小心小心！哇，大一台车，哇，帅！哦，小心哦，这车好帅，哇，这车好帅，车好帅！哇！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亚洲天王任贤齐，哎，哟呼，耶！托你们节目的福哎，真的。知道我今天要去哪里？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我一直很想来，但是我一直没来过的这个地方，而且这个桥我听说很久了，一直形容它很壮观。它的桥盖的罗马柱有没有？是，然后它其实横跨着大汉溪，所以你们节目其实蛮好的，去体验生活之外，还带大家领略宝岛之美。真的哈、哦，感谢感谢小齐哥，今天要跟我们开始这个两天一夜，因为其实到后来都没有什么朋友敢来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吗？对。我是被郭老板骗来的吗？真的哈、哦。小齐哥当然一定是冲着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制作单位的郭老板的这个面子来当我们的代表。我真的要谢谢他，我在当兵的时候，他给我奖学金。真假的？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是新人，然后去当兵也知道，突然间就当兵一个月薪水是1200块。对。然后郭老板呢就给我奖学金，然后让我呢安心的去那个度过军旅生活。真的、哦，我就一直很感谢他。后来呢，我退伍之后，他也安排我工作。对，那个时候有百战百胜，也是郭老板做的。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魔王啊！哦，挑战者弄到水里面去。小齐哥是我们外景节目的始祖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那时候在苗栗录影。但是郭老板怎么人这么好？年轻的时候就给你奖学金，对不对？对啊。我们节目做了那么久，收视率还不错，我跟耿大也都没有奖金，也都没有奖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耿大哥在说，是我们跟我无关了。哎，耿大，这时候要加入一起抱怨，好吧？郭老板，谢谢郭老板。今天很开心，小齐哥跟我一起两天一夜的打工。今天要干什么？钱是什么？钱是俗气的东西，身外之物，你们不要的通通给我。但我觉得今天既然天王都来到节目当中了，我想今天泡汤，我们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是，你都难得来一趟了，感觉好像要喝完你脚。对，我们先看看我们今天要干嘛，好不好？来，那我们就从大溪展开我们的天王之旅喽。天王之旅，耶！天王，这个这样好吗？天阵亡。When it's nighttime, when you are.你刚刚说这个地砖它都是用拼接的是吗？是马赛克，你看它在认真拼哎，它一块一块拼哦，都是切的。以前的人你看多讲究，享受了基本的生活舒适之外，是开始讲究艺术性。对啊，厉害，很漂亮，很多。跟这个有关系吗？没有。对，等一下，我们现在要干嘛？那刚刚已经看过了艺术性的东西，那接下来就要填饱肚子了嘛，对不对？我们吃饭了，吃饭。真好哎，真好，真好，真好。那按照惯例来到大溪，我们一定要吃它的。特产是什么？豆干，因为他们的这边水非常好，所以豆干非常好吃，非常出名。对。那今天我们的早餐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老阿伯的豆干店，这边是排队名店。哦。OK， 8点就开了。那但是能不能吃到这个好吃的豆干呢？我们就要进行福利挑战了。早餐必须靠自己争取。福利挑战。福利挑战。
这个福利挑战很简单，最古老的玩具叫做呼啦圈。呼啦圈呢，只要让哈好立直的可以滚动的时候，三个人同时跳过就算成功。这个游戏叫跨越极限。跨越极限，示范一下，示范一下。从哪里来？他们怕自己也没成功。你看，你看失败。OK， 好，才刚早上嘛，也没有拉筋啊，年纪也各有差别嘛，哈。哎，这样讲就没礼貌了。什么叫年纪各有差别？中青嘛。哎，老中青吗？老中青吗？所以呢，我们就给你们五次机会，跳过两次。哇，五次要跳过两次。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套非常好吃的全餐。但如果没有成功呢，就是一个。哦，好了。不是一套就是一个。好，正式哦，正式哦，正式。二，还有一次对吗？你这样一定成功，成功，成功。你这样一定成功。Oh no！我丢吗？我觉得我不太会丢。什么叫做老鼠屎，知道吗？你在说我吗？我真的不太会丢。来了，我们要跳过，来哦。哎，烂透了！哇！我真的不太会丢。来了。下下下下下！啊，下下下下！完了完了！耶！送你们一个福利，还有吗？哎，好啊，来啊，反正多跳一次不难啊，福利很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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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干系师，我要求今天要住六星级套房，是吧？有点喘啊，有一点喘，开始喘了，其实。有点压力，我们有全套早餐，又有福利的，对吗？又有福利，待会有个福利留着用，看想干嘛就可以干嘛。其实，哎呦，我如果我的福利，我想今天住个五星级饭店。哎呦，哦，绝对绝对五星级。哦，真的？绝对五星级。真的？真的。五星级还是五加五星级？五星级？五星级？五星级哈？是有省钱的意思吗？是这样啊？五星级哦。这个节目开始后悔。开始有点后悔哈，没关系，其实来的特别来宾都这么说，上了贼船下不去。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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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体验我们这两天一夜的打工行程，好不好？会有很大的收获，体力付出，收获收获。OK， go， 那我们出发。挥手月明中，对，走吧，往这边出发 ，go 耶。大溪第二代，这个六十年，哎是吗？大哥，已经两归你啊？民国五十，大概55年开始。五十五年到现在。路边摊啊，跟我一样大。四五十年，四五十年。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我们七岁卖到现在。那嚼劲跟那个层次真的很好哎。不一样哎。为什么豆干可以这么 Q 弹哦？为什么大溪出名豆干呢？嗯。很赞哎。这个也是豆干。有种豆子吗？不知道哎，豆干是用什么黄豆做的吗？大姐，嗨，为什么我们大溪豆干这么有名？因为大溪就是水质的关系，做起来豆干就是 Q 又好吃。水好的关系，因为以前都是用井水做的。啊，井水。农业社会哈，大家无啥物件好吃，就是做豆干做主菜。做菜来配酱、豆干不要小看它，是将来我们的人造肉的一个材质。现在已经很多素菜都是用豆干做。做豆腐跟做豆干，你会选择做豆干是为什么？对，层次啦，因为你豆腐是无压扁，里面含有水分，而且你在做豆腐，啊，你做豆干啊压扁，它压扁，嘿，压扁，它就是手工做的，所以它密度更密。对，那豆干它可以保存再久一点点的，这不行。不行，因为豆类很容易坏掉。哦，我们都采用新鲜，隔天我们就卖到晚上，酱汁都要。我知道这边强调的是不加人工添加什么。对对对，因为大姐隔壁已经卖了豆腐，所以她就不要做豆腐，做豆干。讲好了，讲好讲好，不是这样。以前我们小时候只卖黑豆干，用手提就。啊，这个很赞。哎，就在公园那些卖，民国五十，大概还不到60年的时候在设摊。小看大姐，当年可是豆干西施啊！豆干西施，豆干西施。其实豆干有名是靠她的美色。对，没错。谢谢大姐，谢谢大姐。谢谢。
这个是什么？兰花干。对，兰花干里面比较有汁。哦，哦，这个厉害了，它口感好好。我觉得他们的卤汁好香。嗯，厉害，有一些药材的那个搭配。那这个是豆皮吗？这是豆皮，整盘都是豆类。它的做法不同，所以咬下去的层次也不同。不一样，刚刚那个兰花干你试一下，这个，哦，这个好好吃哦。这个，嗯，好 Q 弹哦。这夏天来喝的啤酒，这个豆干，哦，下酒菜，嗯，其实现在很多素菜也都是用豆类做的，而且现在素食在全世界的概念里面，嗯，都越来越被接受。其实现在很多运动员吃素。然后他们拍了一个纪录片，他们观察几个吃素的运动员，他们跟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吃素以后，他们的那个体育方面的这个素质，比吃素之前来的好多了。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说，如果我们种黄豆，它消耗地球的能量比种了很多的草去喂牛羊，他们长出来的肉提供你的蛋白质。对，还要划算。对，是。那现在人类人口爆炸，所以整个地球的负荷越来越重。对，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饮食方式，能够减轻地球的负担也不错。我觉得吃素还不错，而且豆类制品超爱的，火锅一定要配豆皮，嗯，对不对？然后小吃摊一定要切个海带豆干。我这几天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你们刚刚不是说素肉都是以豆类吗？对啊，但是在亚洲。好，我最近有研究一些素肉排吧，我以为会有豆啊，但是其实国外都是用香菇去取代。啊，香菇啊，香菇也是一招，对。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赶快按下订阅频道，加上小铃铛，请问今晚住谁家？赶快来订阅哦。